达成新材纸面石膏板进驻拉萨重点工程项目。达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省临直县两个镇达成循环经济工业园内，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石膏板、轻钢模组、泡棉板、建筑装饰粉类产品等生产线。目前已到达青藏县唐古拉山口拉萨地区行政办公、医疗教育、商务酒店等多个领域的建筑装饰问题，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